本席啊，代表国民党党团，针对第八届第七会期第九次会议讨论事项，建立列案共68案，顺序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以上，谢谢。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第五会期第五次院会第四案至第十案提出复议，请公决案。我们在上一周程序委员会的时候啊，国民党团讨论事项是把我们在野党党团对于军公教、保险法、不在籍投票等有八个法案呢所提复议案是列案处理，唯独就是故意不处理这个两岸监督条例的复议案。那么在外加我们上个礼拜五的院会由民进党党团来提变更议程增列的这个两岸监督条例这个案子，但是呢也让国民党的党团给否决了哈。国民党党团又提出来来处理这个两岸监督条例的复议案，居心叵测啊，想要将这个案子呢再交给半分钟招委在下个礼拜内政委员会去排定议程所以我们认为国民党团实在是不应该再用这样子的奥博啦。你们硬是要让张委员去排议程的话，这也会是徒增困扰也徒增我们人民对于我们在排这些案子的一个公正性。如果这个明明在上个礼拜，甚至是上礼拜的程序委员会，甚至是上个礼拜五我们有变更议程，这个都已经可以排进去的，如果你们今天硬要排入，然后难保他下个礼拜啊他又要再用半天啊变半天钟啊又要来通过这个监督条例啊。我想我们议事的攻防，各政党的每个人都有他的权利来运作他的议事攻防这个我作为一个主席，我是尊重双方的意见所以像蔡英文主席也强调两岸监督条例很重要。那刚刚林德福委员所要求的程序的变更讨论事项，他是把监督条例列为第一案，所以这个基本上应该是朝野大家都有共同一致的看法。那没有关系，如果大家有不同意见的话，所以我现在就开始处理那请问对林德福委员的提议有无异议？没有，好，没有异议，我们就好。那讨论事项修正通过。